主料，小青菜200克，香菇50克，面条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鸡粉、生抽、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香菇去蒂头，切片，小青菜洗净控水，把香菇放入锅中煸软，将香菇推至锅边，加入少量的油，放入小青菜，炒变色，加入开水烧开后放入面条，煮熟后加入生抽、盐、鸡粉和香油，拌匀。烹饪技巧，小青菜很嫩，用开水可以缩短烹饪时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